看这个冠园啊，这个名字不错啊，冠园。然后餐馆 cocktails 鸡尾酒啊，这是旧金山的唐人街，还有这个红灯笼啊，冠园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名字起得不错。然后这边是卖的是各种风筝，各种风筝，啊，好冷清对吧？非常冷清。这边基本上没有游客了，这有大刀，关公的大刀，是吧？有点反光，有点。Wear your face covering correctly，戴你的口罩正确的。Always cover your nose and mouth，一直盖着你的鼻子和嘴。Make sure it fits snugly against the sides of your face。确保它这个 snugly 是紧的吗？Against 是个介词，对抗，对抗你的脸的边儿，紧挨着边儿，紧贴，紧贴啊！旧金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卖照相机的吗？Camera，卖照相机的已经关门了。这个上边是秦始皇兵马俑，哇，这个秦始皇兵马俑戴上口罩了，啊，这个挺好啊。啊，这个也戴上口罩了，也戴个口罩啊，这个有点小小的讽刺意味呀。他应该给他戴一个不同其他颜色的口罩，不应该戴个白的是吧？戴个粉的或者戴个蓝的就能够更什么了，更显著了，更显眼了，对不？啊，这边这个景象。这天也有穿裙子的，不怕冷，不怕冷啊，是有不怕冷的。旧金山这边穿裙子是容易冻着的，容易着凉，夏天。啊，可以过不？因为它这是单行线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有车过来了，还是等一会儿吧。这边来公交车了。现在可以了，现在是绿灯了。对，你看这边的兵马俑都戴着口罩哦，戴着口罩哦。啊，唐人布，笔记小馆啊，这个名字起的也不错。笔记，这个叫丰盛农产，丰盛也不错。今天看到了几个名字：冠园、笔记、丰盛、芳香名苑啊，也不错哦。利安风水、佛具、观音堂、真美发廊啊、龙子行、可大印刷，挺好，不错。好了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了，再见，拜拜。